不错，阁下挺面熟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啊，铁大侠记错了，在下只是无名小辈，他们都叫我冰大娘。啊，我看呐，那些客套话呢，也不用说了，还是早点切入正题吧。铁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呢是个粗人，向来是实话实说，我们是从泰山的金鹰堡来的。哎，想不到我退隐江湖多年已今非昔比，这个月龙轩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我虽然退隐江湖，为了维护武林正义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啊，谢谢铁前辈，对于如何对抗天门的月龙轩，我们要好好的从长计议呀。对，邪恶林内还有许多武林民宿在此隐居，待铁某去把他们请来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各位请在寒舍稍候，请。请。我来帮忙，我来帮忙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我来替你们介绍三位武林前辈。这位是霹雳雷火雷烧天，这位是三刀夺命齐天命，这位是神拳怪手古琴阳。这三位武林前辈，无论是黑道白道，只要出面一定会给三分情面，就算是月龙轩也要敬畏三分。铁老过奖了。毕大娘，你们安心在邪恶林心住下来，我们高举义旗，到时候振臂一呼，自然可以拨乱反正。谢谢。回报的说，有很多武林人士都投到邪恶林去了，他们在那个寒江吊索的推动之下，还接受了少门主再做武林盟主来领导他们。哦，无忌真的会这么做吗？哼，死了一个叶天照，又来一个寒江吊索，他们简直是寿星宫上吊，嫌命长啊。听说少门主还跟那个不二庄宇文普的女儿宇文霜结婚了，是吗？我的儿子结婚，我这个做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！这邪恶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竟然把我儿子弄得一点家教都没有了？门主，既然这个邪恶林这么不识相，请准我去把他连根拔起吧。慢着，门主，我倒有一条妙计，保证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可以将邪恶灵搞得翻天覆地了。这倒要听听看了。我们只要把少门主的妻子掳回来，少门主还不乖乖地回来求您吗？少门主回到了门主座前，那么邪恶灵便群龙无首，自乱阵脚。到那个时候，邪恶灵要宰要杀，就全凭门主您了。对，我们刚投进天门，好歹邪恶灵的人也不知道，这件事情由我们来做一定妥当。好吧，既然二位这么有把握，那就有劳二位了。是。警官，快点去提轿门，把新娘子接进来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去呀、啊、去去呀、啊！哦，新娘子来了，快上座喝媳妇茶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望穿秋水也是为了等这一天，快上座啊！新郎新娘向男家主婚人磕拜奉茶。谢谢谢谢谢谢啊。
来喝喝喝！哎，无忌，到对桌敬酒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喝喝喝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无忌敬酒，干喝喝。哎，无忌，来来来，哎，多多喝点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这桌这桌，来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无忌啊，我没说错吧？有我在。今天晚上啊，没有人能把你灌醉、啊、就是、啊、就是、啊、哎，你看你脸都红了，小心身体啊。哎呀，没事的，老实说呀，我吃的喝的行的跑的四得在手，简直比牛还壮呢。哎，我和双双的婚事能够顺利完成，我要向大家说声谢了。好。廖大和毕大娘今天最开心了、啊，坦白的说啊，如果不说穿了、啊、还以为他们是给自己的儿女办喜事呢。不过说实话呀，我虽然没有女儿啊，但是我把双双当成我的女儿，今天我嫁女儿当然开心了。说得好，我为我的儿子娶媳妇儿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愿望。感谢苍天，今天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。无忌，你要好好对待双双啊，不然我可是不会饶你的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和双双啊是真心相爱，他的命比我还重要。哎呀，我不会辜负他的。嗯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来来来，喝。小心点。哎，你站住啊，我警告你别再往前走了，别过来哦，别过来哦。啊，我数到三，你听到没有，我叫你别过来啊。一二，你给我杀！是是。是天门的人，走。门主有令，一个不留，给我杀了他们。小佳，小佳，是你吗？小佳，很快就好了。怎么样，他要不要紧？太残忍了，天门的人他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吕伯父，你冷静一点。双双呢？他被银具抓走了，我们追不到他们。